So you are book with us the VIP. So this is the welcome food from our hotel. Okay. Welcome food, chocolate, cake, and also happy anniversary. Yeah, thank you. Okay. Yes, let me show you the room. Thank you. Please.这次的越南旅行，我安排了一些比较特色的酒店来住。那首先呢，在这边要示范的是如何在越南过马路。这个在我们前面讲自由行的那部影片里面有提到，好，原则上就是过马路你必须要缓慢并且稳定的速度前进。OK， 那我们这次选了总共四间饭店，那其中 Hotel Majestic Saigon 呢，这间呢其实是最古老的饭店，它从1925年就开设了，所以其实今年2024年算起来有百年之久。它当时是由西贡最富有的华裔商人叫做梅茂发先生，他创立了这个西贡的美景大酒店，他就是当年的第一个由越南人自己管理的这个五星级酒店。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层楼，好，所以有44间以法式建筑风格来设计的这个客房。那在越南战争之后呢，法国政府撤退，那这个酒店就移交给西贡当局，好来做管理。好，那后来呢，1968年、1985年、好1995年、2003年都经过陆续的改建，那酒店就越盖越高，那旁边还有一栋新的建筑这样子。它整体的大厅呢，看起来相当的金碧辉煌，那还保有一些旧时代的设计，非常的漂亮。接着来看看我们的房间。那我们这次呢，因为越南的房价是相对的便宜啦，所以你这次的房间合台币大概11000左右，但是你就可以住到一个85平方公尺的一个大套房。那它坐落在一个有点像是转角的位置，那有两扇门，那两非常的大的一间，从大门就可以感觉出它的气派。那玄关呢，其实空间也是蛮大的，停婴儿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在这边可以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插卡取电的部分，好像是保有一些旧时代的设计。那其实它的开关也是相当的老式的。我们每次都会来看一下这个平面图，这个404这间算是这里的最大的一间。因为我们可能订的房间比较贵一点，所以就有专人的介绍，那我们就请进来帮我们介绍一下。So you are book with us the VIP, so this is the welcome food from our hotel. Okay, welcome food, chocolate, cake, and also happy anniversary. Yeah, thank you. Okay, yes, let me show you the room. Thank you. And you will have your mini bar. There's one mini bar. The tin coffee, complimentary. Okay. This one. In the fridge. Okay. In the fridge, this one is chargeable. Chargeable. Alright. Okay. And that for free? Yeah, this one. Only tin coffee free. This one chargeable too. Okay. This is the menu for you. Okay. On the table over there is the hotel book. Okay. Yes, we do room service 24 hours. Okay. If you want to order food or any drink, there's a menu inside for you. Okay. All right. On the table over there, you see is the light panel. Light panel to adjust the light. Okay. Yes. And the remote for the television, also for the air conditioning. Okay. Let me show you the bathroom. Okay.Okay, in the bathroom, you will have 2 bottles of water. Yes. Yes, free. And we will refill it every day for you. Okay. Yes, the bathroom. Wow. Yeah, this is the mini toilet for the kids.
那经理介绍完了之后呢，我来给大家带一下我比较想让大家知道的一些细节。首先，他在这边客厅的沙发是3+1+1，虽然我们是一个套房，好，那但是它其实是可以给很多人坐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次住五星饭店的期间，你想要招待朋友其实都可以。但因为我们有注明是anniversary 份，所以它还有一个小蛋糕跟巧克力，那巧克力呢也相当的有特色。嗯，这个是芝麻的。好，那甜点享用完哦，这边其实在客厅就有一个电视，那这个电视是可以看 YouTube 的。好，那接下来进入是卧房的部分，那可以看到它就是用一些拱形的元素，然后木头的颜色，并且融入了一些像是教堂的彩窗，好的这个风格，让整个设计感是有一种欧洲的感觉，可是又没有那么像欧洲，就反而有一点南洋风的味道。那在这边可以看到非常有历史感，1925年这个数字一出来，哇，这个历史就出来了。那它的这个缩写呢 ，HM， 哦，在这个越南文里面呢，也曾经是它饭店的名字，叫做环米，就是意思是完美的意思。那后来呢，不断的发展，这个 HM 就变成 Hotel Majestic。哦，那再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床头的控制面板还有电话都非常的有历史感。这边还有一个时钟，不过这里可以看到插座，还附一个转接头在上面。好，不过那个插座呢是收费的。好，这个是啊，应该说转接头是收费的。好，再来看到它的柜子，哦，其实上面都有一些像扇形的这个图案。那在这边是 mini bar， 那它有还有像的金边的杯子跟这个托盘，那还有茶包跟那个咖啡粉。好，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梳妆台，好，旁边是彩窗，中间是镜子，哦，让你这边可以化妆。那在梳妆台这里，哦，有一个阳台，把门打开以后，我们出去看看吧。哦，有阳台，可以看到这个饭店有很多的阳台，啊，对面有很多高楼大厦。那中间这个塔呢，就是我们后面要去住的 Burnpo。大的一条溪洞河啊。看完阳台呢，我们来看看卫浴的部分。那可能是因为相对古早的这个设计，那可以看到这还有欧式的这种算是冲屁股的地方。好，那这边的洗手台是采用单面盆。好，那备品的部分呢也是陈列在旁边，那提供2罐的瓶装水。那水龙头是用镀金的这个设计，那有洗手乳啊，放一朵小花当装饰。这个牌子是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好，那这边的马桶是一般的马桶，那还有一个垫高的干湿分离的淋浴的空间。不过呢，我想它的噱头，哦，其实重点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按摩浴缸。那两侧呢，有这个跟化妆台一样的镜子。那在上面呢，还有这个房间里面的3个电视。那还有窗户可以提供一些采光。好，那我们从这个客厅的这个阳台，哦，从这边出去，它的这个门锁也是非常的古式，就是从底下你要把它转开。那可以看到，就是远处就是我们那个最高的塔，就是81层楼，就是我们后来有去住的81塔饭店。那这边也有专门的影片可以介绍，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连结，好，来看看，算是另外一种饭店啦，因为它是非常的好，科技感十足的新饭店。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房间看完了之后呢，我们下去楼下，它的大部分的设施都在1楼。哦，那你可以在这里做 SPA， 你也可以在这里游泳，你也可以在这里健身。哦，那边 Health Club 进去，它全部都放在一起。那你可以在这边接受一个 SPA 的 course。哦，那就是空间大概是长这样啊，里面没有人，所以偷偷拍一下。好，那当然就是在这个柜台呢，你可以跟这个服务人员买课程，然后付费这样子。那用池就是饭店的房客都可以使用的。哦，用池不是很大，哦，小小的，哦，算是在整个饭店包围起来的这个中庭的中央。好，那不过呢蛮深的哦，在中间的地方是2.2米，那在后面最深的地方是2.4米。非常深的一个泳池，很少看到饭店的泳池做这么深的，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旧的时代，泳池大部分都这么深。
好，那从这里往上看呢，其实古早是四层楼啦，后来有往上加一层，变成五层楼。好，那在游泳池的隔壁呢，这是健身房的部分。开放时间蛮长的，是从清晨的6点到晚上的10点。那健身的器具呢也蛮完整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并不是说很大。那在这里呢有这个石雕的壁画，然后再过来是游泳池旁边的更衣室，这边是提供毛巾的。那这一整排的这个木头的柜子也是非常的复古，好像打开来可能不知道门会不会掉下来的那种感觉。毕竟是一间百年的酒店，那我们去住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酒店的第99年了，非常的有历史。从它的这个 SPA 的牌子呢也可以拍到整个酒店的倒影，我觉得这个很漂亮。好的，那我们游泳啊健身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又回到房间去看看西贡河的风景。然后这个时候华灯初上，看西贡河的这个对面呢，其实有一些广告看板已经亮起来了。那西贡旁边的这个车水马龙仍然是相当的繁忙。再来是晚上，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贡河的对岸，81塔的夜景已经点灯已经点开了。那西贡河对面的这个这个广告看板更是非常的亮，然后整个河面上的一些餐厅也有一些唱歌啦，那河岸有一些民众正在运动啊散步。那在这个其实在阮惠步行街的旁边，这间饭店算是在胡志明市蛮中心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有出去阮惠步行街逛逛，那大家所熟知的咖啡公寓啦市政厅其实全部都在步行河道的位置。那在享受完了这个胡志明夜生活呢，其实还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算是西贡里面10大的这个屋顶酒吧，是他们的 M Bar， 在这边就晚上就有驻唱的表演，大家都是在这边吃东西然后喝酒，其实可以看得远眺的西贡河的夜景，在这里其实凉风徐徐啊，其实非常的享受，不会很热。好，最后回家就是泡一个热水澡，结束这个疲惫的一天。好，那在这边还可以看看，偷偷看看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频道。好，再过来呢，我们来吃早餐。那这个是一个面向东边的房间，所以其实早上会有一些日晒，所以我们的那个窗帘其实都有拉起来。不过呢，如果你可以看日，你愿意享受日出的话，其实是有日出的。那在早上我们就看着这个越南的马路，也很多人起来上班了。那还有戴着斗笠的阿伯推着这个脚踏车。那在这个早餐用餐是在顶楼5楼的地方，这边有自助式的部分，那你可以选择室内，室内是有冷气开放的，也可以选择室外露台的地方。那基本上室外露台的地方呢，虽然早上很晒，但是并不是很热。好，那你也可以从6楼的天台这样走下来，可以做一个俯拍。那这里是热食区哦，你可以请厨师现做这个粉，越南的河粉来品尝。那当然也有冷食啦，什么沙拉啦、水果啦，那越南的春卷哦，还有一些西式的起司、面包、茶包、果汁哦，这边其实全部都有。好，就是有一点融合粤式跟法式，好，还有一些西式的早餐的味道在里面，面包种类相当多，还有一些热菜，不过卫生的疑虑我就没有一一打开来拍照了。再来是水果，好，水果也给的很多样，也给的很满，那在这边有一些小蛋糕，早餐吃蛋糕会不会太丰盛一点？那这边是麦片、牛奶这些的。好，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早餐的内容。我们在这个Hotel Majestic Saigon 这个地方吃早餐，它的早餐大概是供应6点到10点，那是在这个有天台的5楼的位置。它其实是有2栋啦，这一栋应该是比较久的，它是1925年就开始。它包括这边有热食的地方，然后它有一碗粉，这样。然后呢，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像 omelette 啊，然后像是一些春卷，然后就是一些粤式的，那当然还有一些西式的面包等等的。那早餐非常的丰盛。那在这个5楼的天台吃早餐呢，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1925年就开始的一些欧式的殖民的风情。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那个方向是西贡河，那早上的时候的东边在那边，所以太阳会升起来。那对我们这边来说呢，其实是有一点日晒的。那所以靠窗那一排座位呢，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想上去坐，然后很快呢就会下来了。在这个天台吃其实并不会很热，它上面都有遮阳的地方。那整体来说相当的凉爽，那还 OK， 不一定要在室内用餐这样子。嗯，可以看看它的越南河粉。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河粉也就很有味道了，简单的组装，然后其实牛肉清汤里面就有非常牛油的香味，然后还有一些肉的香味，配着这个清淡的河粉吃，其实相当的爽脆。那海鲜的部分呢，这个米苔木里面也非常的粗，非常的有口感。它的选择很多样，去头剥壳的虾子，就是还有鸟蛋啦，还有贡丸啦，还有这个菇类，就是整体是非常丰盛的一碗米苔木，一碗米粉。它这边还有粽子，就是有点像黏黏的碱粽那种感觉。然后还有越南的肉丝啊，越南的这种米线做成的这个饼皮，那里面包一些菜，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也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有点难归类的一些饭店里面的一些细节。那首先这个是天台哈，从早餐吃饭的地方爬上去找的。那这个会议厅位在五楼，那个其实也都是后来加盖的。不过如果在这里开会，其实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漂亮。好，那这个走廊也很有年代感。那这边过去呢，就是可以 register 的地方。这是我们刚刚那个窗户啊，就是走下楼看去游泳的那个窗户，底下是游泳池。那不过呢，你往上看，胡志明的金融塔就在旁边。好了吗？那这个是大厅的部分。好，那大厅是一个 L 型啊。那它在它的左翼啊，就是沿着这个画面左手边再往下走，就是刚刚那个 M bar 那个地方，其实还盖了一栋新的八层楼的建筑。那里面的客房啊，里面的 bar 都是相对主体建筑都是算是新的。那这一侧呢，就是右翼这一侧呢，就是这个柜台，就是登记 check in 的柜台 ，check out 的柜台。那在以前旧的这一个建筑的部分，它电梯都是比较小的，而且只到五楼。然后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两侧都要有这个格子，那格子里面还要放镜子，那其实是相当小的空间。然后不过后来可能是因为为了搬行李，又做了一个大电梯。好的，那就是这一期全部的内容了。那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就是这一间是算是百年的饭店，它可以提供这个法式的风情，因为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过，所以也提供这个过去殖民的风情。其实这个住的感觉是相当的不一样的，那也推荐给大家。那么后面的影片呢，我们这一次住了四个晚上，四间不同的胡志明市五星级的酒店，那也会一一开箱给大家，敬请期待喽。烤起四口味的龙虾，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期再见。